咱家己哦，一定要团结起来哦。啊，我当尽量。现在的嘉义市，在过去大家共同支持努力，我们终于从去年拿到2020的幸福城市第一名。因为大家都有帮忙打电话，而且帮忙联络，把这个人脉也把它创立起来，我非常的感谢。我今天特别带着我们曾建福曾秘书，他是我们社会处，也是我们让大家看到嘉义的美。那我们的主题叫做嘉义家的意象，所以让每一个人你来到这里会以诚为家。当你记得时间来到。哦、所以那咱们底下中华电信，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嘛，对不对？不管在哪里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就是一个大家庭。那同样把这种精神，让所有的人来到这里，感受到家里人的精神力，家里人的助力，家里人所有的很精彩的精神都在这边呈现出来。我想欢迎大家带着好朋友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那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再联系的。告诉我们哈，我想那个红衣丈人吼，伊安尼服务到吼，甲你吃苦你受尽，做用心的啦，这么热情。那我想我们谢谢我们处长的用心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合作，祝福大家聚会永远都要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今仔有遐较旺盛啊啦吼，今仔五六百个啊哩，吼，愈来愈济啊，吼，来敬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来谢谢市长，谢谢，啊，谢谢大家哦，哎，爱妃美女还倒下酒呢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平时甲退休同位不一样。哦，人做事讲你就做到好势好势，拢行到一步一步做到好势。啊，换到这里啊，你听讲哦，啊，互伊不敢不傻傻哦。总是哦，一心做事，二心不做事，三心啊，我是在顾。啊，你输。我是现在是退休学院，我现在是会计，当然没工作了。大家不怕哦。办理会计的业务了哈。啊，很高兴我能够有这个机会为大家服务。因为我们在退休协会的时候，说我们现在要成立，没有人要服务，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说接受这个职务了哈。啊，希望说我们这个退休协会现在是一个新的气象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和和乐乐、快快乐乐的。我们做我们的后半生，我希望大家的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然后这些代表啊到台北去啊，看选举那个时候有件事，我想这个制度它符合，那起码这个传染法，啊嘛，但它符合，咱是结束了，所以。希望这边会当对啊，这个做代表，啊，我嘛会当，将来去台北，说要做会当好啊，大家的事。所以，假如说大家对于退休协会，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。啊，我们，毕竟嘛，吼。刚三个月是一个进来，我当中，我当大家首先先协调，啊，然后跟反馈那里去争取我们该有应有的权利。哦，啊，需要各位，能够有意见的话反映一下。啊，以上跟各位报告，然后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哦，基本上吃了不受伤。都把身体顾好，你若有问题吼，身体顾好，加下一个月，加领一个月钱，哦。啊，是平安啊，会晓无问题吗？我即摆是会晓，但是我加一摆咱做的再低，啊，我们那个油资都可以省下来，就当成我们全人免费，然后每一位同志都可以领到，这就是我们的福利。是讲咱意义影响咱家，这是我们有产生一个出发吼。咱去年的也有啊，进前有啊，有他是前的大花，那个建设的大花是吧？啊，那个这三个建设，而且来聚餐这么大，那个聚餐的补助也大花就交，就来补助的，再补贴一下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人力成本三零七几元，都先我花，而且倍大花倍十倍件，所以然后我们活动哦，以我们为踊跃参加，然后我们的福利绝对不会少，好，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各位我们推广广播升级。以上谢谢各位，祝各位身体健康、快乐、永远如意，谢谢。到台上，没有到台上唱，没有办法上去。正好，你也不大，好啊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会唱，你唱就好了。
被发现的也是你，安静。幸福城市第一名，因为大家都有帮忙打电话，而且帮忙联络，把这个人脉把它创立起来，我非常的感谢。我今天特别带着我们曾建福曾秘书，他是我们社会处，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同仁，大家一起来，我想我要谢谢中华电信的我们退休的所有好朋友们。咱大家应该是朋友啦，我们十二月嘉义市会办一个，台湾设计展，那这是很难得的，很难得的。我们去年争取到，虽然今年疫情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让嘉义的特色被看到，所以十二月二十四号开始会在三 A 主场地。一个是文创园区，一个是嘉义制裁所，再来就。嘉义市现在的嘉义
从去年拿到二